Okay. OK，这一章啊，第五章啊，这个啊，机械能啊，机械能呢这一边呢，我们就要先学什么是功啦啊，那功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力成上它的啊力的方向上通过的位移，那它们相乘就是得到你的功。那功呢啊，有几种情形是不做功的？OK，so 这个当然那个。这个的方程式呢，就是 W 等于 F 乘 S。那其实没有这么简单的。那这个高中的话呢，会详细告诉你它真正是怎样乘。那初中的阶段来讲呢，我们只需要去看哪一种情形是没有做功。那当然，这个 F 如果是零，这样它就没有做功了。所以什么F 等于零的话呢，就是没有力的作用。所以比如说你抛铅球。好，抛铅球的时候呢，那个飞的那个过程呢是没有力的作用的。OK，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它是没有力的作用，所以也不算是有做功。那再来呢，就是没有位移了，没有位移就是 S 等于零。什么情形是有力没有位移呢？比如说你去推那个墙壁，推墙壁，那个墙壁不动嘛，对不对？那不动的话，那就是没有位移了，所以是没有移动啦，或者是没有位移的那这种情形也是算是没有做功的。说好像那个举重的人那举了哑铃之后呢，都留在这个空气中都留在空气中呢一段时间，那他就是也是没有做没有做功的情形。OK。Okay,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呢，它 F 跟 S 呢，都不是零的情形但是它们两个呢是成90度的，OK，就是说它的力的方向跟这个位移的方向呢是成垂直的状态，那这一个情形也是算是没有做功垂直了，准准90度，所以这个情形比较特殊一点。所以为什么我讲真正来讲呢？那个乘法呢，其实是在高中来讲呢，才会真正的教你怎样的情形，怎样的情形呢？它才是怎样的情形才是相乘的等等的啦。就高中才会比较详细讲。那初中的阶段呢，我们只需要去看呢有力。有位移如果是垂直，将它的这个两个其实是不能相乘的。Hello，这个听到吗？听到吗？OK，听到哈。今天没有人，但是我对着空气讲讲课，继续讲，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来的话。我就是照样讲，然后放上去 YouTube 给他们听。说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功的部分了这个功的部分，功的话就是力乘上位移，然后没有做功的三种情形。第一个就是它 F 等于零所以没有力的作用的情形，它就是没有做功再来的就是它没有位移的情形，它也是没有做功了。还有呢，就是它的力跟位移呢成90度那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是高中才会讲到为什么垂直它就不算是有做功？
当然我们初衷只是说计算，你可以讲话，你要讲话吗 ？Hello。Yes 讲。讲什么啊？你到底在讲什么？我在讲了机械能。啊，机械能。啊，你们叫什么 ？Mechanical energy。啊。啊 ，mechanical energy 的话，我们就要去去算那个功咯。啊，我们首先先要去学这个，现在才问我有没有上课，有进来啊。哎，我有发给你吗？那个第五章的啊，机械的那个机械能咯，对咯，有啊，在 group 啊，有啊，有啊，有啊，啊，就是这一份咯，啊，哦，那一份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去哪，我去哪 ，OK。OK， 我回来了。哎，啊，多一个人来了。哦、oh, ，可以啊。OK， 那我开始了哈，要讲话可以自己 unmute 了哈。今天是特别设给我自己的学生。那星期五那个，其实我有中华有一组，差不多10多个学生。啊，那个是我另外一边上的，我在中华附近也是有开班了，星期五我去上，所以那一边可能你们就会觉得啊太多人了，不好意思问这样子。那今天的这一组是比较小的 ，OK， 是特别是 only for 你们这一些学生，但是Carl 就是昆城的那个课程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他。不过现在今年要考那个统考了，所以算我也是当作是华文版本的招生，除非是这个孙孔了，对吧、啊？孙孔的，所以啊，其他的他们应该是上过了，因为这份我是很早的时候就给了他们。OK， 所以，哎，不要紧啊，还有谁啊？还有那个丽珊啊，丽珊好像跟我讲她是没有办法上啊，不过不要紧，我们今天上的东西。我会放上 YouTube、啊、然后会再听、啊、他会再听嘛。OK， 那我现在可以开始了哈、哦。刚才其实我讲了一轮，然后没有对着空气讲，我还以为是没有人要进来。OK， 那机械人啊，机械人呢，我们首先先要去懂这个功啊，到底是怎样计算的了。那功的话呢，就是力跟这个力的这个方向所通过的位移，那相乘起来。那什么意思啊？很多学生就不理解什么意思是力的方向通过的位移，所以它一定要跟它准准同样的方向才计算。如果斜一点的话，它必须要把它只是看它的那个方向的位移，所以比较难理解哦。所以高中会教你怎样去计算，那初中来讲呢，我们这个计算来讲呢，它要么它就是给你同样方向。要么呢，他就给你下面没有做功的情形 ，OK？ 什么情形是没有做功的嘞？什么蛤是什么意思？不过不要紧，我刚才我有讲到一些是高中的东西啦。那初中的阶段呢，你只需要知道，同样方向你就相乘了 ，OK？
如果不同方向的话，那就看一下是不是这三种情形。OK， 如果这三种情形的话，那它就是没有做功。OK， 所以什么情形是没有做功？第一就是没有力的作用，没有力的作用的话呢，它的 F 就会是等于零。所以意思是说呢，它的这个就是功也是零了啊，很简单。什么情形是没有力的作用？比如说你踢足球，你踢了之后那个球，你就脚离开这个球了，球离开这个脚，球离开这个脚了之后呢，那个球就会自己再继续的惯性的这样子滚动。那这一段呢，啊，它离开了你的脚了之后呢，它就没有再继续的受力，那这个力呢就是属于零的情形。那这一个情形呢，它算是没有那个飞的那个过程哦。那个飞的那个过程呢，就不算是有做功。OK， 等一下有学生挂线我。OK。OK， 所以很像抛铅球也是一样啦，哦，抛铅球，你的这个球离开了你的手，啊，所以它算是没有受力了，所以它不管飞多远啊，那一整段飞行的过程呢，都是没有受力的过程，然后也是算是没有做功。那还有的一个情形就是 S 等于零咯，所以你推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没有动，比如说你推墙壁。啊，墙壁没有动，没有做功啊，又或者是你举哑铃举着啊，维持的一秒几秒钟，那维持的那个过程呢都没有穿刺，都没有做功。OK， 除非你是从地上拉上去啊，举起来，这样是就有做功啊。阻力算力吗？我们看的力哈，这个力就是你所用的力，阻力多少我们不算的。OK， 阻力多大不算，我们是看你用的力是多少，这样子可以啊。等下我们会看一下有那些习题啊，怎样去计算的。OK， 再来的就是有力有位移啊，有力有位移 ，F 跟 S 都不是零，那为什么它会是乘出来那个 W 会是等于零？就这个的乘法呢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哦，说高中会再详细的讲。那这个情形我们就要初中的阶段呢，我们就是告诉学生说，因为他的这个运动方向跟他的力的方向成垂直，比如说你就提着一个手提包，然后你往前，你的力是往上的，但是你往前走，所以他的位移跟他的这个力的方向呢是成垂直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情形呢也是算是没有做功。那你就会讲说，哎，这样它跟我们的定义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因为我们的功呢，力还有跟它的力的方向所通过的位移相乘，因为它在力的方向所通过的这个位移呢，还是属于零的，因为它的这个位移是跟它成90度的状态，哦，垂直的状态，所以力的方向的位移算是零。OK， 所以这样子可以理解啊。所以你们就记得这三种情形呢是算是没有做功的。OK， 他选择题呢就会叫你去判断哪一种情形是没有做功。OK， 再来呢，他就有一个东西叫做做功的快慢。那这个我们又定义成了一个新的物理量，我们就叫做功率啊。如果另外一个定义呢，就是说某单位时间内所完成的功，啊，所以这个方程式来讲呢，我们就用功除以它的时间。OK， 那还有的就是你的功呢，又可以变成 F 乘 S 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换成 F 乘 S， 然后如 S 除以 T 又是什么 ？S 是位移。T 是时间，位移除以时间，我们就得到速度了，对不对？所以它也可以变成了 F 乘 V， 就是力乘上它的速度。OK， 所以这个是课本上没有的一个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导。那这个其实是旧课本的，啊，旧课本其实有这样子的推导，而这个方程式呢，你也是可以用了，啊 ，P 等于 F 乘 V， 啊，
是可以用的，因为S B 等于 S 除以 T， 这个你们有学啊 ，P 等于 W 除以 T 你也有学 ，W 等于 F S 你也有学，所以照理上呢，你是应该可以推导成F B 的，然后 P 等于 F B， 这个公式是可以接受的。OK， 第三点呢，什么是机械能？机械能啊，应该是之前的讲能量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提过了的，哦，除二还是除一，哦，基本上呢，机械能呢就是动能跟势能啊联合起来的统称。那什么是动能呢？只要物体有运动的，我们就叫动能。哎，动能的话呢，是等于什么啊？课本没有，这个我加进去的，高中会有读到，它是质量乘这个速度的平方的一半。啊，所以它是 EK 啊 ，kinetic energy 是等于二分之一 mv 平方。那这个方程式呢，旧课本有，新课本已经没有了，就等到你高中才上。但是呢，新课本呢就会要让你知道的是，运动的越快，动能越大，质量越大的，它的动能也会越大。如果是一样的速度的情形，所以呢，它整个呢，只是要你清楚呢，动能跟什么有关啊？你要可以判断的出来，质量越提升了，质量比较大的那个啊，速度一样的情形，质量大的那个，它的动能会大，所以它要你判断。所以到最后呢，我是觉得说，我不如教学生这个方程式，那你自己去带那个数目，你就会知道哦 ，m 大了，所以这个kinetic energy 会大，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我是偷偷教学生啊，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OK， 所以这个是我的我是这样子认为。OK， 第五题的话呢，势能呢又可以分成两种势能，一个叫做重力势能，一个叫做弹性势能。OK， 重力势能 ，OK， 重力势能呢，就是说有质量的东西，我如果提升，就拉高它的这个高度 ，OK， 它被举高了，那它就会有重力势能。OK， 然后呢，重力势能是等于什么呢？是等于它的重量乘它的高度。那其实这个来讲呢，这个方程式呢 ，MGH 呢，课本也是没有，但是呢。其实它是可以用那个功来推导，功是等于力乘上距离嘛，对不对？如果你要提一个东西往上，这样它你要提它的这个力，应该也就是它的重量，对不对？提高了多少呢？就是看它的高度，所以它可以用 Fs 呢来去推导这个重力势能呢，其实是等于 mgh 的。OK， 所以呢这个。在课本上虽然没有提到这个公式，但是它可以要求你用这个功的一个概念去算出来那个重力势能是多少。OK，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啦哦。当然我就讲直接教学生了啊，你懂多一个东西就会简单一点。我这边我写错了哈。OK， 另外呢就是势能呢，除了重力势能以外，还有一个叫弹性势能。OK， 弹性势能，重力跟弹性 ，OK， 弹性势能，两个都错了 ，OK， 弹性势能也写错了，说这个也是写错了啊，弹性势能的大小呢，跟什么有关呢？这个是它方程式 ，kx 平方，那你们没有学到这个 k 啦，这个 k 其实这个在胡克定律里面呢，以前是有学的。我们是用 F 等于 KX 来表达这个弹性系数 K。OK， 所以这样你们这个阶段来讲呢 ，K 你只需要知道呢，这个 K 跟什么有关？跟这个弹簧的硬度有关。如果你讲哦，这个弹簧很硬，这样它 K 就会很大。所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笔芯笔里面的那个弹簧。跟这个你的车上面的那个 suspension 的那个弹簧来比，很明显那个车要承受很大的力嘛，所以那个很明显的是非常硬的一个弹簧来的啊，所以 K 很大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用很大很大的力它才可以变形的一种弹簧，那它的 K 就会是非常大。 OK， 所以弹性势能跟什么有关？跟它这个
弹簧的硬度有关，还有跟它的这个变形有关，就是说它拉的越长，那它的弹性失能就越大。哦，你拉小小啊，这样它弹性失能就越小。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方程式，你只需要知道它跟什么有关就好了。OK， 最后的呢，OK， clear 一下我的写字。OK， 最后一个部分呢，第七的点呢，我就要再重新的整理过这个物理量哦，这三种物理量就是我们这一章有提到的，一个是功哦，一个是power 就是功率，还有一个就是 energy 能量。那功的这个功呢跟这个能量呢，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单位都很都用一样的哦，单位用一样的都是用焦耳。那功率的话呢是用瓦特 watt。Okay， 符号是用 W， 那很多学生会混淆的就是这一个 work 里面的 W 跟 power 里面的 watt， 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work W 等于我们通常会写 W 等于 Fs， 然后呢这个功率里面的 W 通常前面都会跟着数目的十个 watt， 就写10 W。所以你要很清楚的、哦、不要把单位跟物理量的符号混淆、这个是虽然是很多初中的学生都会有的一个误解、但是我必须要厘清，我需要提醒大家要厘清这个部分。 OK， 有没有问题？ OK， 没有的话呢，这样我们快速的快速的进入了这个作业题作业题呢哪一个不是功的单位啦功的单位除了焦耳跟 kilojoule 以外， Newton meter 其实也是的，你会看到功是等于力乘距离嘛，所以力是用 Newton 的嘛，对不对？距离是用 meter 的嘛，所以乘出来 Newton meter 其实也是一个功的单位来的，只是说通常我们也会把它换去焦耳一个 Newton meter 是等于一个焦耳。Okay， 只有 watt W W 是 watt 来的watt 是那个功率的单位，所以 C 是不对的选项啦。OK， 所以来你可以看到啦，这种情形是常常问的哪一种力是没有做功，所以你自己要去判断。第二题是稍微比较难一点的题目，稍微比较难一点的题目，我看我需要画一下。OK， 它的题目是这样子的，如果手对重物的拉力，它是讲指呢一个东西有重量嘛它是拉上一个粗糙的斜面拉上粗糙的斜面这样子，我换成箭号箭号这样子拉上去。 OK， 有没有做功？有嘛，对不对？它这样子拉上去，它的力的方向像这个斜坡向上，然后它的这个位移也是这个打斜向上，所以这个是有做功的。OK， 地面对重物的这个摩擦力，地面对重物的摩擦力应该是向这个方向。OK， 但是它位移向往上，这样子的情形有没有做功？位移完全的相反，这个也算是有。它还是属于平行的状态嘛，对不对？一个往上，一个往下，虽然反方向，但是它是。还是算是平行的状态，还是算有的，只是说我们这种情形呢，我们叫它做负功 negative 的功有了，还算有。 OK， 斜面对重物的支持力是向哪里的？支持力是向这一边跟它它的移动的方向呢就成90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成90成90度，然后是没有做功的。 sorry 啊，有哎，你不可以在这边 chat room message 我咩？你又去跑去 Facebook 来 message， 搞笑。摩擦力算阻力吗？摩擦力算阻力。摩擦力也算是阻力。阻力也会做功，但是我刚才讲的是阻力有没有去算在我们那个功里面，你要看情形。通常我们问我推的力有没有做功，像你的这个 FS 你就用这个推的力，你就不用去减掉那个阻力。
总之他会问你哪一个力有没有做功，你就用哪一个力去算。阻力有没有做功，有时候也会有，很像这种情形，阻力也是会做功，摩擦力就是属于阻力啦。OK， 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宣奇 ，OK， 都重力，重力有没有？哎，重物的重力啊，这个重物的重力很奇怪，很多学生就是说重力是这样子的，啊，重力是这样子，有没有垂直？它是有成一个很小的一个角度，对不对？它不是90度，它会比90度大一点点。只要不是准准的90度呢，它都算是有做功。啊，所以这个 D 的这个哦，还算是有做功的。哦 ，D 的这个还是有做功的，这样子可以理解哦。OK， 所以这个图来讲呢 ，A 是这个啊，跟它的这个位移完全一样的方向。B 是这个啊，跟它反方向也算是有。C 是这个呈垂直，所以没有。D 是向下，也不是垂直，对不对？大过九十度一点，所以它也是啊，还算是有做功。所以这个第二题是稍微比较难的一个题目，哦，没有像我们之前这么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你会看到。我们只需要去记清楚那三种情形，没有做功的三种情形啊，记清楚它的 criteria 对了，那它就是没有做功。OK， 这样子可以啊。说第二题的这个可以啊。好，那再来呢？第三题呢？哪一个力是有做功？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种题目呢，它经常会出现的。啊，问你哪一个力有做功，哪一个力没有做功啊，等等的啦。So， 答案是 C。OK， 手拉木箱水平移动两个米，然后手对木箱的力一定有做功，这个是对的。OK，A B 动机错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用手推车。啊，手对车的推力一定做了功，他没有讲这个车有没有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讲的，没有讲我可以 assume 这个车没有动，所以他不算是有做功，所以他的这个一定就错了，对不对？所以啊，要看清楚他的题目了。重物举在空中保持不动，那支持力一定是没有做功的，所以他讲一定做了功就错了。哎，因为保持不动，所以这个是属于没有位移的情形。再来 D 呢，用力踢这个足球滚动的过程是算是没有力的作用，对不对？我刚才讲了抛铅球啊，它飞的过程啊，还有踢足球啊，滚动的这个过程啊，都算是没有力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算是没有做功的。OK， 所以 A、B、D 呢都算是没有做功，大家可以理解啊。第四题，月池呢，有一个相同大小的力推这个2 kg 跟1 kg 的木箱，分别移动了一个 meter 和两个 meter， 那它做功哪一个比较大？所以很多时候呢，学生就会被这个重量来误解了。重量会不会影响？重量是往下的吗？我问的是往前推的这个力，哎，做了多少功？所以既然两个的力是相同的话，我们就要看位移了。推两个米的那个应该是比较大的了，对不对？推两米的 F 乘 S 比较大，这样那个功也会比较大，所以变成了反而是这个1 kg 的这个，因为它是推两米的嘛，对不对？它是推两米的，所以这个1 kg 的这个木箱反而是做了比较多的功。OK， 所以这样子来这样子来看。OK， 第五题呢是比较多学生会比较讶异一点的，因为他们听哇看了这么多数据啊，一直觉得说应该可以算得出那个功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铅球重量，铅球的重量50 N，他用了300 N 的力沿着水平的方向推出，然后呢沉积是10米。请问沉积10米是推了10米还是他飞了10米？ OK， 应该是推加飞是10米，所以换句话呢，他用力推了多远他不知道，
对不对？我没有给你这个资讯，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无法计算啊？你给来给去就是给漏了我推多远，哎，所以你不要傻傻的300去乘10错，你拿50去乘10也错，那这个150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算的了。也错 ，OK， 所以不可以乱乱去做的 ，OK， 你必须要很清楚啊，你这个位移给的这个位移啊，是不是我推的那个距离啊？不是就不能了 ，OK， 啊，虽然这个作业题呢，你会看到这些作业题呢都很坑人的啊，但是你会看到呢，它不难的，它最重要是要你厘清那个概念。Okay, 第六题呢50牛顿的拉力沿水平的方向分别去拉重量10牛顿跟50牛顿，重量不需要理 okay, 重量是往下的，不关我的事，我只需要知道50牛顿推2米，两个都是推2米，对不对？做的功一样啊，就是100牛顿100焦耳 OK，50乘2等于100，100交2、okay, 两个都是一样的功 OK， 答案就是 C， 分你看你可以看到呢，你根本都不需要计算、哦、你只需要看到力一样啊，位移一样啊，你的乘都不用乘，它你看它的100交2它都没有提啊，你只需要知道两个功一样了就可以选 C 了 OK， 重量这个呢是混淆你用的，物理题很喜欢用了很多的数据呢，只是用了两个啊，这样子的情形，而且特别出在这一个章节啊，常常这样子出了一大堆的资料资讯呢，又有用的就是那两个了啊，这样子可以理解啊啊，甚至这个五了这个更狠，出了三个资讯全部都没有用的啊，都算不出来的啊，都会有的。OK， 第七题来讲呢。这个轿车呢，他就讲它的功率是50kW， 啊，他要你解释这个50kW 这个功率的含义 ，OK？ 所以50kW 是什么意思？每秒钟啊，因为它的时间的单位是以 second 为主的 ，OK？ Second per joule per second， 啊 joule per second， 所以呢。它其实就是50 kJ， 每秒钟可以提供50 kJ 的功啊 ，kilo 的话它换成三个零，所以就是80000焦了 ，OK， 80 kJ， 我讲50，80 ，OK， 所以 B 的是正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A 错哪里，能做80 kJ 应该要提到每秒啊，你没有讲每秒啊，你可以。我给你一个小时它就不是这么少了，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提到时间就不对了。OK， 做工的快慢是 kilowatt per second， kilowatt per second 就错了，因为它 kilowatt 本身呢是的意思是 kilojoule per second。 OK， 所以你它是80 kilowatt 或者是80 kilojoule per second。 OK， 所以这个是换算来讲呢它就弄错了。好，不能随随便便 per second， 然后你的 watt 没有换成 joule 啊，就错了。OK， 牵引力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力会是多少，我们知道它提供的功率是多少啊，这样子可以啊。这个牵引力呢，我们无法计算的。啊，它提供的这个功率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到它的牵引力，除非它给我阻力多少。就是说它可能流线型这个流线型，然后它就计算那个风的阻力，就是当它的速度到多少的时候，风的阻力多少，这样你可能才可以计算出来它的这个最大牵引力是多少。OK， 所以这个是没有在这边没有办法从这个80 kW 算出来。OK， 所以第八题来看呢。体重是5:6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时间是2:3，那他要问你这个功率，它都是从一楼跑到三楼，主要来看呢，我们就要看，我来写写看啊，虽然我字有点丑，我们要看的就是它的这个功率之比，功率是什么？功率就是 P 嘛 ，P 呢又会是 W F 乘上 S。除以 t 啊，对不对？
所以它在这里呢都是一楼跑到三楼，换句话呢它的 S 是固定的， OK， 它只需要去看 F 除以 T 的这个比例，它的 F 是什么力呢？啊，基本上它体重越大，它的这个重这个要用的力也会越大咯，所以呢它的 F 的比例应该就是5:6， OK， 它的 T 的比例是2:3，换句话呢就是5除以2比上我们的6除以3，那这个你越减你可以这样子约，这个变成2咯，啊，那这个2可以乘过来咯，所以它会变成5:4的， OK， 所以答案是 B， OK， 这样子来计算。所以这题是比较难一点的计算啦，就是说它不是这么的直接的计算啦，你必须要很理解哪一个除哪一个，还是乘，有时候是5×2比上6×3的哦。OK， 所以你必须要很理解那个物理量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啊，到底是除还是乘等等的。OK， 哎，擦掉了。OK， 好，那第九题来讲 ，OK， 我们看第九题，第九题也是类似的情形啊，但是他告诉你体重一样啊，然后也同时从一楼跑到二楼 ，OK， 但是甲先到。你换句话呢，你就看到而甲会先到，主要可能是因为它的功率比较大咯，因为克服重力所做的功的功率比较大 ，OK， 所以答案是 C。那或者是你可以讲它的速度比较快，也是可以啊，它的功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体重一样，然后楼层也一样 ，OK， 所以A 来讲是错误的，因为它克服重力所做的功应该是一样多的，哦，主要它的重量一样，它的楼层也一样，B 也错了啊，总之 A 和 B 都错了啊，一个讲多，一个讲少的都错，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然后再来呢，功率来讲呢，应该是甲的比较大啊，甲的比较大，所以D 的那个修改一下，哎呀，这么多错误的人没有看到，这个又写大小又怪怪的啊，你把它大个掉，哦，比较小，哦，比较小就错了，啊，比较大才是正确的。OK， 第十题啊，哪一个是由机械人造成的啊？机械人呢？你可以看，森林大火是什么？森林为什么会起火？因为我们的树木是可燃物，那这个是化学能的，哦，燃料为什么可以燃烧，也是因为它的化学能可以转换成火了，所以呢这个算是化学能造成的危害来的。然后疾病的传播，这个应该是细菌啊还是病毒啊的造成的咯，所以跟这个能量有关系。然后虫患使这个粮食也大大减少，这个也是生物上的灾害了，哦，也不算是能量的一个问题来的。所以洪水冲垮这个房屋呢，这个是属于机械人啊，这个冲力啊，我们叫它每次讲的冲力太大，然后把它给冲散了，啊，等等的啦，所以这个是机械人啦，啊，OK。OK， 第十一题来讲呢，他就问你哪一个具有重力势能比较大？那 A 因为它最高啊，然后呢，首先他应该是要提到这三个苹果都大小都差不多啊，质量都差不多啦，那比较高的那个重力势能就会比较大了，所以就是 A 的那个啦啊，不好意思，不小心写成甲乙丙了啊，图又给 A、B、C 啊，这个是有点出错。其实是作业自己出了问题了。OK， 第十二题来讲呢，它就整句的是废话来的，华文呢它就讲什么杜甫的诗啊等等的，主要它要问的是那个弓箭的弦拉开了，它是有什么样的能量啊？这一种也是属于弹性势能的，因为它的弓来讲呢是本身是有一个弹性，然后弦也是有弹性。你一拉开它，它其实是要有一股力量是恢复为原状，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弹性了。OK， 所以这个是属于弹性势能的一种。OK， 第十三题呢，他就把这个篮球呢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放下来，
然后你当然你知道呢，我们这个篮球呢是有弹性的嘛，所以它如果它的这个能量越大，它就会压到呢这个比较进去一点，所以那个硬就会比较大咯。所以如果比较小的那个硬呢，应该是比较小的这个能量啊。所以换句话呢，他就问你哪一个讲法是对的，应该是假的那个呢的重力势能会比较大一点。OK， 因为它的硬呢会比较大。OK， 所以这个是有点算是考你的逻辑啦。考你的逻辑。然后第十四题来讲呢，它首先呢是从是甲那边掉落，经过乙和丙的位置具有相同的什么东西，你可以很明显的它往越往下降呢，应该是动能就会越来越大，那是重力势能就会越来越小，那两者的能量加在一起呢，应该就是属于机械能，而机械能呢通常应该是保持不变的。OK， 如果它没有产生热的话 ，OK， 其实是会有啦，会有一点点啦，因为空气的阻力造成它是有摩擦的情形，是会变热一点点啊、但是我们通常是这种很短的情形呢，我们都会觉得说它不算是有产热 ，OK， 所以啊，在这个最恰当来讲呢，当然就是冬季了，然后它的这个极限呢是保持不变的 ，OK。啊，这第十五题来讲呢，他要你辨认呢哪一个力应该要比较大，所以首先来讲呢，你要知道的功应该会是一样，为什么？哦，我们的功呢，因为它都是去到甲的这个位置，所以换句话呢，它的重力势能应该是一样的嘛，对不对？说也就是说呢，他们最后所用的功应该是一样大的。OK， 功力应该是一样大，但是哪一个力应该是比较小的呢？应该就是那个走的比较长的。我要走这么长，为什么？因为我的力比较小嘛，所以我的做的功就我的这个距离比较长，所以我会达到那个功会是一样的咯。所以换句话呢，这个 FE 呢应该是比较小的力来的 ，F2 就会比较大的力。当然你自己也可以想象啦，我走一个很斜很斜的一个斜坡，也会比较用比较大的力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F2 很明显的会比较大一点。OK， 你可以用逻辑，你也可以用这个物理的角度去推算。OK， 再来呢，我们去看一下啊，我还有十分钟的，我还有四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回来啦哈、哦，这个我们讲完它了啊、哦，我可以看一下可以讲得完吗？应该可以讲得完啦，九面的，有问题可以提问啊，没有问没有关系啊。OK，break、okay, for how long？OK，break、okay, 没有 break 多久，就是马上的回来。OK， 我们是非常非常珍贵时间的 ，OK， 珍惜时间，马上就回来啊，纯粹是 break 一下那个录影啊，可能断一段这样子，让我不会录到太长，一次过那个影片太长的话很难 upload 的 ，OK。当然也是因为我用的是免费的 version。OK， 功的这个国际单位呢，就是我们的焦耳啦。啊，那这种题目你要注意啊，我们要用华文的。啊，统考的话呢，因为都是考华文的，你要给他的都是华文。当然填充题已经没有了啦。啊，填充题我们是以简答题的方式。OK， 简答题来的。说、so, 你要会写焦耳啊，焦掉的耳朵。然后还有的就是瓦特啦，我的瓦很特别这样子啦，瓦特 ，OK， 所、so, 以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国际单位。还有举重呢，它其实是分成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将这个杠铃啊举到头顶，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它必须要保持三秒钟。那哪一第二个阶段呢其实是没有做功的。OK， 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移动啊，对不对？保留在空空中啊，停止不动的情形。所以第二段呢，其实是没有做空的。第一段有啊，第一段有啊，相当大，甚至是相当大的。OK，
第三题来讲呢，这个是草地还有这个水泥地，保持匀速运动 ，OK， 然后是什么？啊，他用了一样大的力气啦，哦，一样大的力气，然后再来的就是，草地上的距离比水泥上的这个距离比较短一点 ，OK， 所以距离比较短的话呢，应该就是比较少功了，所以距离比较短，所以在草地上的功应该是比水泥做的功来的少。哦，少，应该是少，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句话来讲，那个逻辑啊，有时候老师也混淆了，这个应该是比较少的情形。好，为什么他，以比较少的情形啊，这个错了。所以主要为什么他分这个草地跟水泥地呢？他纯粹是要混淆你，因为很多学生会以为说这个功呢跟力有关嘛，所以就跟摩擦力也是有关。那草地跟水泥地来讲呢，很多时候呢草泥地呢是比较摩擦力比较大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草地呢应该会比较用比较多的功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呢力气呢是一样大。OK， 然后距离草地上的距离比较短，所以应该是草地的这个功会比较小。OK， 所以就分草地跟水泥地，纯粹是要混淆你们罢了，混淆学生们。啊，当然我也被混淆了，因为他那句话讲的很像，我还没有看清楚哪一个距离比较短，所以弄错了。OK， 草地距离短，所以草地的功比较小。啊，就这么简单。OK， 那休息。